布希族生活在非洲的卡拉哈里沙漠中，他们过着原始的生活。这天，阿基和族人发现了一只死大象。阿基纳闷着为什么把没用的象牙拿走，却把珍贵的肉留下，任其腐烂。此时，阿基的两个孩子在附近发现了两条奇怪而又美丽的印子。他们沿着印子一直走，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东西，其实是一辆贩卖象牙者的卡车。孩子的好奇心使他们爬上了物体，这时物体突然跑动，就这样两人被装满象牙的车拉走。于是阿基踏上了寻找孩子的旅程。女博士泰勒受邀坐微型飞机参观非洲美景，却在回来的路上遭遇风暴。动物学家史蒂芬将飞机降落在一棵树上，来到地面后，泰勒突然看到一只张嘴的蜥蜴，毫不犹豫地跳上史蒂芬的脖子，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。泰勒又偶遇到一只犀牛，他再一次展现出敏捷的身手，旁边总是跟着一只爱看笑话的土狼。泰勒和史蒂芬为了寻找食物充饥，开始打着鸵鸟蛋的主意。泰勒将自己伪装成雌鸵鸟，成功地引开了这只雄鸵鸟。史蒂芬趁其不备偷走了一颗蛋，不料还是被鸵鸟发现，开始了一场追逐战。但只要一躺下，鸵鸟就看不见人了。很快夜幕降临了，姐弟俩在车上待了一天一夜，阿基仍在不停地跟着车轮的轨迹寻找。第二天，史蒂芬准备把修好的飞机推到空旷的地方起飞，却不小心踩到了一只蜜獾，俗称平头哥。在他的字典里就没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，转过头咬破了飞机的轮子，有仇当场就报了。于是史蒂芬脱掉了一只皮鞋让平头哥撕咬，由于飞机的轮子破了，史蒂芬只好用自己的双腿助飞。可是飞机起飞后，史蒂芬却从底板漏洞里掉了下来，飞机上只留下了不会操控的泰勒。他一边飞一边研究，等飞机终于降落时，他已经飞了好远了。史蒂芬回去捡回那只被咬破的皮鞋，开始寻找泰勒，不料平头哥阴魂不散，咬住不放，史蒂芬只好拖着平头哥走路。途中，史蒂芬利用食物成功地引开了他，趁其不备赶紧逃跑。心有不甘的平头哥死死追随，双方展开了体力消耗战，这家伙累个半死也不放弃，真是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。泰勒也开始寻找史蒂芬，路上还搭上了一辆黑人小哥的单车，可是这坐姿看上去似乎有些别扭，于是在中途重新换个姿势再坐一次。姐姐在车上被树枝刮下车，姐姐也赶紧沿着车轮轨迹追弟弟。而此时两个水火不容的士兵相互追逐着，泰勒偶遇两人，两士兵都想利用这个女人改变自己被俘虏的事实，最后却阴差阳错反被泰勒俘虏，还要求两人互相嫌弃的手拉手。而这时象牙贩卖者发现车开错了方向，掉头往回开，弟弟趁着停车期间跳下车也开始往回跑，但却遭到了土狼的袭击。弟弟想起父亲的话，土狼从不攻击比他高的东西，于是弟弟在自己的头上顶着木头，土狼立马变怂。阿基在路上遇到昏倒的史蒂芬，毫不犹豫地救了他。随后阿基也遇到了泰勒，又带领泰勒找到了史蒂芬。阿基也找到了卡车，但是由于语言不通造成重重误会，贩卖者捆绑了阿基。泰勒想向贩卖者借修理工具，无意间发现了阿基，大家都被贩卖者绑上了，贩卖者企图用火烧死他们。当大家都只顾着奔逃的时候，阿基用对流的知识解救了大家，大家齐心协力抓住了贩卖者，士兵把他押去坐牢，史蒂芬和泰勒已修好飞机返回城市。姐姐在土狼的手里救出了弟弟，两人往家的方向跑去，遇到了追来的爸爸，三个人抱在一起，三张笑脸紧贴着，阿基也流下了开心的眼泪。电影中既有严肃深入的思考，又有轻松质朴的趣味，既幽默逗乐又不失催人泪下的片段，真是回味无穷。